在抗疫三年，冻死海之下，准备伫咧八月份登场。伫嘉义县政府嘛，伫咧23号是特别以身来举办着冻死 Like 采街活动，由嘉义县长翁章良率领着200位的表演者盛装打扮，走上街头，用轻松活泼的脚步，为冻死海之下的活动以身暖场。2023冻死海之下，8月5号、6号、12号、13号连续两个周末在西林码头盛大展开。该馆长王宗良为活动宣传，并推广冻死好美食，要让这个夏天来冻死，欢度双周末。冻死西林码头今年完成海景戏水游乐区，每到拜六礼拜，吸引到真侪亲子的生水看落日。甲海山，那大家期待的冻死海之下，8月5号、6号、12号、13号，那即将登场。那在最后一天有1.2万发的烟火，那整个的壮观的程度，那大概比美国庆日啊。那在这个中间里面，我们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悠悠家族，还有70米的滑水道，当然你们喜欢的歌星绝对不会少，所以演唱会。小朋友啊，玩水的设施，还有小朋友喜欢看的节目，还有最后一个晚上，大家一起坐在海边，看璀璨的烟火，照亮整个东石。所以欢迎大家8月5号、6号、12号、13号，一起来东石海之下。来家放烟火，将于13号的暗时9点开始。依照国庆烟火规格，海上高空烟火长达366，将释放12,000发最快的视觉的响应。馆长张良热情邀约全国游客同欢，宣布第17届海之下将以崭新的面貌带来新感受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盖棺常不得。啊，你过马路那情感呢？哦，你唔知啦，即摆过马路最危险的马路如虎口哎，安尼较安全。唔免啦，即摆过马路吼，若无礼让行人，有加重罚则。即摆变作安全的啊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，安尼我就免挂吼。呵。没办法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礼让行人。台湾现在很多，你看过马路不敢过，你们看车来的怕，所以我们是人让车。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，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台湾要加重处罚了。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，那你罚款会很重。大家唔免惊，今嘛要过马路啊，不管你是塞车还是桥多慢，一定爱扭。行路的人先过，啊，那无会加重罚款的罚金哦。所以今麦政府做重视这吼，所以所有塞车、桥都歹的人，快点行人要过马路，一定要让他们先过。